老年人的感觉了，我自己。走了 ，bus。女生这个会不会太 man 了？我就会穿啊，这个蛮女生的感觉，还是我觉得。大十次我们没钱了。你走吧。250，我还不如吃了。我觉得第一个微博要么就是这个，然后再发每个人 look， 然后发微博。好嘛，我说，行，妈妈爱你。我已经知道了。娜娜，妈妈爱你。谁呀？你不能笑的，你要很酷。嗯 ，OK。放松。笑，叫很狂野，不能那种，不能很美的样子，那种，哎，那种，哎，就这种。bang 跳起来！我要吃汤圆。那要这个，要这个，要两袋吧，比较便宜。一顿糖醋排骨五个人，加上一顿汤的五个人，够吗？够了。你帮我切小一点哦。哎，好的。然后你帮我分两个袋子啊。我觉得可能1000块都不够。鲍鱼汤原味鲜。鸡蛋面可以早上打点鸡蛋。你喝粥的吗？可以甜的吗？对，做八宝粥什么的，然后薏仁米可以去湿，大家都累。哇！伟霆哥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在旁边。谁呀？来。妈，这个味道，焦了吗？酱油啊，糖醋排骨都是用酱油弄的。哎妈，算了，要炖汤。好了，排骨，我觉得50000。你就50000，你确定吗？这个吗？还是太重了吧？这头是塌了吗？这个头？怎么卸的？我弄它，这样子。来，欣姐。乱说。左右装反吗？好尴尬哦！你看这个多好，会掉吗？不会。我就想法很多，但是要需要一直删减。不如我们 hip hop 一下。都行。哎呀！或者是拿几件。但是这个是就这样吧。我觉得还是挂起来好看。我知道，我试试自己玩一会儿。这样吧，挺好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放下去吧。那只有一双，就想要它随性自由一点。Not bad。你的坚持，玉馨，我发现你真的是有自己的坚持，非常坚持，不然也活不到现在。赌差不多。55。大杯小杯，换成这个就好了。怎么样？55，我画的火。这是火。我就可以画几个辣椒。这是你的辣椒吗？刘老板，你画了两把宝剑给我。我都行。穿得很好看，又帅又美的那一种，然后穿得很有态度，然后顾客很喜欢的，这也是做sales，比较帅的，要不买，喝杯咖啡。